第一首诗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《一切歌颂赞美》。这首诗歌是比较一个活泼的心，当然在我们这个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主耶稣来帮助我们，有一颗活泼的心，一样来歌颂赞美。在我们伤心失望的时候，还是要有神来鼓励我们。向求主，我
Thank you.
生命。